来讲的话确实差不多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没区别。嗯，啊，哦，这里域域域的数据设置啊，紧跳跃 C 蹲 space bar 长按冲刺 caps lock 啊，它这个按键跟普通人确实不太一样。大写，然后它是用空格来蹲，非常不一样。哦，这把泡泡和木子里，哎呀，经过偷偷山被拦了一波，哇，结束了，猝死。不是 CDG 今天这一两场这个游戏体验也太差了。我出身啊，嗯，飞机坑这边 4M 是接了翔路给美两个选手，接了一波啊。是的，那翔路应该走了，只剩别哥带着兄弟跑了。是的，别哥跟峰峰啊，这不还要进坑里面厕所了。是 DSS 有两个枪在扫，哎，这是另外一边啊，直接打下来了过桥的黄志龙。是的，打下一个。悟空的这个车也很近啊，被星星打了下来。对，打完就跑。嗯，堵桥的收益老大了。追击。是的，就没看到这个人在哪里。再往前开就是天洛浴缸，准备好。浴缸从车上下来。真的，刚刚才下来。我听成了浴缸。啊。OK，OK，OK 啊。OK， 今天继王双双。是是是。确实很厉害，就是一直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到现在。哎，这可雷，他底下有个人，你没想到吧？是的，水里边有一个水鬼。这个坡度容易脚滑，柏林还得死。还是已经是二岛了。好，队友在扶 ，OK 啊，嗯。但小辉换了个点儿。哦 ，Fly 那边是把星星给放倒了。是的，但重点战场，哦，亮点还是在小辉辉这里，一对三。哦，人都扶起来了，哎，没机会。把我灰灰的脏辫给揪了。嗯。嗯。嗯。实际台在都看这个防区有没有人啊，已经是有人防备了。林树这边是一枪放到了 Summer， 这把真是这两把。天霸这去哪儿啊，这走不了了。三只迷途的羔羊在这里兜兜转转的。走不了了，而且这个圈型是没法扎的。是，另外一边的话应该是被偷了一个，就是 FTI 应该没有感受到悟空的枪线。直接被连续打了补了，硬冲一个，哎呀，嗯，火力太猛。是的，先打一个老倒霉蛋。GFI 只能扎厕所了。还有两个人，车上两个人的扎进去了。就这个厕所坡吧。嗯，也是一个好位置，只是两个人不配占有这个位置。有位置待的不错了。他们概率会更高一点。啊 ，NIP 跟天霸越来越近了，迟早要打。现在天霸正是手感好的时候，哎，你还敢？这个人雷的位置，你还敢帝国干拉？这个人雷的位置真的是看起来就跟裸奔似的。嗯，你是真不把我天霸当人了啊？这一把今天的天霸可真不得了。是呢，今天的是霸，就没毛病啊。啊，这里 New Happy 看似是不想在这里做缠斗，溜了。嗯，也溜不远。这个圈真的溜不远，这里 FTI 跟是的。好，另外一边的话，悟空因为跟 FTI 实在是太近了，悟空想尽办法想绕过 FTI 进圈，但是实则确实是很难。怪兽倒了，这是悟空的一个机会。顶正面，不良侧线已经被发现了。对，低点位置被击倒，一打一，先把罗斯哥的人头补了。原场到坡的另外一头去，因为蓝圈要来了。Monster 现在就是不太好动，对手是支架。他看错了那棵树。嗯，找不着了。哎呦，哎，这不好动了呀！天霸开车，帝国干拉。小鹿打了两个。哎，打了两个半。兄弟呢？兄弟呢？队友呢？队友呢？队友上啊！队友太远了，队友实在是太远了。兄弟怎么还在这儿啊？队友在跑马拉松，这不。啊，这个只能说是角落直播，如果说被就是没有能够扶起来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是的，你要比过来这边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天霸很有机会都能拉起来。哎呦，这个雷补到了，来 K 头了，你要比疯狂用雷 K 头，快扶我大树老师。完了完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被 K 了两头，两个一个头被 K 了一个头，大的胆子过来，哎，一个小屁股啊，摸一下 OK OK 啊，天路也来了，但是小路是救不下来。是的，这波肯定重心要放在圈外的位置啊，怎么会都在圈内呢？龙宗拳刚好是个半裸跑，还好有个车给他挡了一下，锁定了。这基本上也是，就这个位置是一个飞机坑的巨大弱点，两侧一打，你看天霸那边打，或者是说从这个天路这边打，就都很难打。这是飞机坑最大的弱点。龙宗拳 B
他这个位置太近了，夹在中间。牛仔兵从背后出手，永远不好跑位。你看，永远跑位就会被打，他身都起不了。搞得离这雷没能够造成击倒，这样一来的话，强弩之末了。是 ，KRG 强冲，左侧失败，还剩最后一个人。反正根据我的理解来讲的话，就是说飞机坑这个位置绝对不可能两头都守得住。嗯，你一定要选择一头。 是的，然后现在就变成了天路跟女孩皮剩下战场啊对抗。KRG 刚才左侧在加枪，小北已经来到近点，一梭子打了一下小无敌的后面掩护了一波。风风，响路 gaming 从另外一侧，从南部出手。是，他们就两个人嘛。嗯，响路很早就是剩两个人了。那911也是独狼在里面也在抽。哦，另外一边的话，女孩皮跟天路也是已经有倒地现象。 十七冲了，越来越近了。先拿头。是，拿了个残边分数，拿了翔鹿的分数。对。好，这边分数基本上都瓜分完毕了。是，另外一边牛马还在互锤。哦，萨他是放倒了周品言，直接一个雷补掉了周品言，补了自己。刚才南烈也掉，这样的话牛海比只剩两个人。HQ 马上过来了。哇，好准！确实很准。好准！来了，背后来了。野马。 这时候野马像一匹脱缰的野马。嗯。女IP最后一个。被打到。玉哦玉，现在人头上来说的话，玉确实很敢冲。是的。玉像。来一波战术的交流。来一波rap。是的啊，九幺被发现了。那这样呢，就剩最后一个独狼了。那九幺幺在哪儿呢？九幺幺在那个天路的。不过正好是。 看不着前面的，是的，主要在圈啊、哦，别哥已经被三杆枪架住了。对，小北的位置，这是在全力打十七圈外的两个人。是的，小北被补了，小鬼也倒了，这是收不回来了呀，放出去有点难收。这里十七有些失误吧，就是因为天路的车开始往。 坡这边滑了以后，圈外的人可怎么办？对吧？是的，他应该圈外的人，他不应该再太过于关注别哥。别哥只要架住就好了。冲脸了，一臂大伤，四周脸上N个人。小无敌跟玉玉的单挑，玉玉，哦哟，这波还挺猛的。是的，玉玉最后被各种加招拆线，什么 Parrot 的呀、DSS 呀、天路呀，这围剿了，成功拿下。天路顺势再加枪 ，DSS 另外一边冲了 Parrot， 哇 ，X Lab 的直接杀两个，好像就剩。 XF 和马云龙了，大佐老师，赶紧回到厕所，问题不大。CC108K 的一个头，是的 ，AZ 肯定救不了了。哇，这里 HQ 非常能忍 ，HQ 非常能忍，他直到最后一刻才出手啊，开心的要死。但冲的阶段已经结束了呀，这个时候僵持了以后，我就看找找侧身呗。 对不对？我现在高点啊，因为 Parrot 现在厕所里面，他根本就出不来，所以我地打高的情况了。骄阳这里一直在对 Ruler 输出，然后一颗雷炸到了最近点的萨萨。嗯，萨萨这里不好。哎，大佐老师盯上了，这个雷很要命啊。这个雷有车挡。差一点点，再来一个。是的。哇，现在是 X Left 加马云龙，哇，这两个人有点厉害啊。是的。主要离聪聪太近了。 玉不会再回去吧？玉应该回不去了吧？玉还要回去，哇！哎，不过刚好小兔啊救人。哎，这波裸跑很危险，小兔被补了。只有马云龙了啊。是的，那对于天路来讲，压力一下，位置虽然还是高打，但是就是活动范围小了。同时三个枪线，大概120度的角度，然后去打Ruler。他真的在做事。 天路已经来到了积分榜的榜首。Spice 现在就在 Ruler 的后方向，他真的在做事，他好做事啊！我都雷木了。然后另外一边正面的三人顶冲，三人集火，天路抱团了，脸上一个只有一个，三个打一，然后是四打一。现在是的，天路站起来了，兄弟们吹响进攻的号角，在寻找最后一人。过点已经发现 CC108 吃了一枪，没有关系，还有烟雾弹掩护。祭祀不在圈，先把人头补了。 太稳了，他太稳了。鱼又来了，哇，这把配合打的是挺好的。玉姐就在下坡处，三个人立马抱团去打集火，去清 HQ， 又发现了，看到了，恭喜天路，16个淘汰，吃了把大鸡。